踏入咗六月啦，咁有冇觉得个 T 字位咧容易出油，多咗黑头，甚至暗粒同埋暗疮都多咗咧？咁今个 video 咧就介绍呢一个咧就系 Hydropeptides 嘅 Exfoliating Cleanser， 咁就非常之适合夏天嘅时间使用，咁就可以帮我哋清除多余嘅黑头啦、油脂等等嘅，适合翻咧中性肌肤、混合性肌肤同埋咧油性肌肤使用嘅。咁佢里面嘅成分咧有七种唔同嘅 peptides 就胜肽，咁佢可以针对翻，譬如话减少翻呢个黑头啦、油脂啦分泌，但系佢亦都有呢个保湿嘅功效 ，and 佢仲可以系抗皱同埋咧系减纹嘅功效咧都有嘅。咁里边咧你会见到咧有少少嘅加咗呢一个一粒一粒系啲咩嚟嘅咧？佢入边加咗好多咧可可巴珠啊，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咧做翻少少嘅角质层嘅清理啦。仲有绿茶同埋人参嘅。咁如果你比较油性肌肤比较多嘅话，其实都 recommend 咧日日咧系做翻呢一个用翻呢个产品咧系做早晚啦，洗面啦。咁如果你觉得佢皮肤太干嘅，你一个礼拜做翻三四次咧，做翻早晚洗面咧都可以嘅。咁今日嘅分享咧就系咁多啦 ，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， 拜拜。